因为刚才这个你们老师也介绍过了啊，这个相当专业啊，就是说在美术绘画这个领域里面啊，其实学校老师啊都有相当这一方面的一个经历啊。刚才所提到啊，就是老师在创作的面向里面啊，其实从实验性的水墨一开始下来，其实应该这么讲啊。老师比较不安于世的，比较喜欢这个多方面的去尝试啊，各种媒材啊，各种形式不同。他们一开始比较传统的形式的话，他们会对这样的不认同啊，当然会有所意见。不过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既然是艺术，艺术的东西就是很自由，而且这个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啊，这样才能够有比较宽广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面向。那跟各位同学来介绍一下啊，老师从这一幅画开始啊，这件作品啊，这件作品上面啊，这个我问这个同学们啊，而且你就看到这一幅画里面，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怪怪的啊，他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事，我很直接的表达，心里面的感觉，看这个画面好了啊，直接看这个画面，你觉得这个画面的情景啊，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黑暗看不到，哎呀，我们都是美术，那个未来的经历啊，好了好了。你最起码姐姐妈妈还有这样的概念啊。不过这样的啊，我看这样的一个躯体啊，这样身体的一个身躯的一个面具嘛，对哈、啊。这个面具啊，当然有两半啊。我们看到两半，是不是有？左边有分裂，另一半人格分裂。也差不多啊，看得到了啊。它不是这样。好妙啊！女人的这个心思还是比较细腻的，是吗？没错。吴老师的意思是说，这个画面左边是比较男性的面具啊。你说我们如果圣诞静默从这个面具来讲的话，左边应该是比较男性，右边比较女性一点。那在这样一个躯体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老师想要表现什么？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得奖的作品，这个是系列性的作品。那老师的名称取名叫非创生性的空间，这样的哈。非创生性的空间，当然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个水白的一个画面，老师把它处理成就是一个比较没有生气，没有这个。希望啊，没有任何的一个想望的一个空间的环境。那事实上，它后面还是有背景的，它后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老师是以新竹火啊火车站当成它的主要背景。那上面这边还有一些月台的还有一些行人啊。那这底下当然是属于旅人游客之类的。那老师把这个底下的这些的这个人物呢，全部是用金箔去贴出来的。金箔1999的金箔啊，你们老师应该都知道啊，这个1999的金箔，一想也就10000多块，所以这些贴了蛮多钞票的啊。那金箔，我想各位应该知道，金黄色的啊，那为什么会变成类似这样的红色的，有没有人知道？生锈啊，算是啊，怎么去解释呢？啊，应该还可以再深入一点啊。老师是把它烧，
超过的话，有光线一照射的话，就会反光的现象，折射，对不对？我们看，所以吴老师那个是什么样子？云母？方解石。方解石。哎，方解石。哎，白色的东西就是方解石。哎，对。对，这个身上后面都是有一些的背景存在的时候，老师在让方解石就全部把它覆盖，做一个比较比较枯竭或者是比较没有面积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好 ，OK， 什么问题？没有吗？好，太好了，都要这样。来，同学们，你来，来，谢谢你来。你觉得这个画面，你觉得想象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画面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哦，没想到，想到，奢华。哦，所以这种包这种，我觉得应该有接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很简单的意思啊，就是你们知道会，当然对女性没有其他的这个不礼貌的地方，只是说一般我们都会称呼，就是说女孩子啊，对于这个自己的服装可能永远是少一件，那鞋子永远少一双啊，这个名牌包我看也差不多了啊，这个现在实际上对于名牌包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到化果坊去这个，拉法就去这个，哇，这个男生们我都是在买名牌包，哇，太这个排队一大早就排8点多就开始排队去买名牌包。那当然，老师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尚时代的一个潮流的理想这样。那把这个你永远是少一件，永远是不满足啊，所以会。挤压到你这个，但是我在家想啊，他心里面心情还是蛮愉悦的啊。当然，老师一开始讲哦，对女性没有其他的一个啊，什么的，只是一个创作的想法啊。好，这个就是水墨彩墨的一个结果了啊。那这整个有没有其他的？有愿意问呐、啊？哎，有没有？对啊，中心会提供画册哦。哎，老师要看第一名、第二名，啊，有没有想法？跟老师想法，有没有？好了。